凝望八爪鱼，八足咁多爪。今个星期我哋会同石永利倾下偈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系石永利 Suki。再去睇 Little Sunshine 总决赛。下集就到皇家安省博物馆睇画展，最后去多伦多时装艺术展偷下师。星期日晚7:40，凝望八爪鱼。